大家好，李社长呢？最近，当然就是以，捐助的案例啊，捐助款项、捐助财产的案例啊，全能麦克风啊，包括士林外双溪翠山好土地的，相关法院的研究。分析，所以我们特别讲说，请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AP 亚东新闻行销互联网，欢迎您，好友们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一直接触了好多层面的产业界啊，法律界啊。甚至地震、税务啊，包括所谓的建筑营造啊，这些方面呢，大家可以我常常讲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位诸葛亮，大家共同集中大家的智慧，我常常讲这一句话，就是说互动互利。我们的聚会都是这样的嗨哦，有的潜能麦就是不一样，潜能麦可以这样玩，有没有心情美美的？比方说，宝宝们早安，可以自己加上拿着潜能麦的皮照片，很马上行动，加油！早安，好友们，我一定要马上成行动。绝不放弃。有一位成功者，许多人问他：“你这么的成功，曾经遇到过困难吗？”当然，他说：“当你遇到困难时，如何处理？马上行动。”他说：“当你遇到经济上或其他方面的重大压力呢？马上行动。”他说：“在婚姻感情上遇到挫折或沟通不良。”的话，马上行动，这是激励的话啦，就是尽量不要消极的意思。他还是说，你在人生过程中遇到困难，都这么处理吗？马上停行动，他只有这个答案。这是讲一个，碰到挫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当然就是凡事啊。就是磨动而定啊，当然也不是说一直消极呀、保守啊，所以这个是马上行动的策略。全能高音效，加音质好音响的麦克风，
这个是 AP 亚东新闻行销互联网，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行列的理由。现在帮大家来算一下，所持自备全能麦3800，按时用一年计算，平均每次才10.5元。你算一算 KTV 一个小时多少钱？当然就是包括卡拉 OK 啦，这些啦，其实在户外啊，不一定要到哪一个场所，在户外，连线到自己的手机啊，都可以欢唱，也不会影响到，反正你这个是自己娱乐。所以在钱的游戏计算方面呢，一次我们到个歌房花多少钱？更何况我们这个麦克风的使用说明不止一点，更主要就是有高颜值、好音质，终身保修。家人用着喜欢，随时随地，这都可以嗨歌。当然，就是这个是我特别强调，自备个人全能麦克风是最好的。你感觉贵吗？这个是最近推动包括报道这个全能麦呢，我拿到立法院采访的新闻呢，就跟一些立法院开玩笑说，你们在野党啊根本不用再用扩音器啊，这个十个人那每个人一支的话，声音都过大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最后呢，这个有小编这么写啊，就是讲说这些题材啊，给大家复制，请转发，到 LINE 的，包括微信呢、包括推特呢、反正 FB 啊都可以多多曝光，请大家告诉大家，广而告之，那就会吸引向客户来主动找你，大家可以间隔几小时花一次。有花有机会，没花就没机会。那哪有人闲钱赚多的？反正就动动手指吧，发发发！这些小编就哈哈哈，就是鼓个掌。大家彼此加油。那当然就是这个案子嘞，可以的推动到微型创业贷款呢、把这个全能麦克风当做副业也好。说不定你也可以赚了一笔额外的收入。现在很多微型创业的老板们就给自己一个按个赞吧，投资小小的资本，市场需求面大，天天得意，就靠你一直转发，为你为他为我来欢唱啊，而且能够赚钱，一举式的。心动不如行动，讲演歌唱，请来购买全能麦克风。今天，很多老师们呢，就众星的音乐会啊，非常成功呢，座无虚席。所以我们就是祝福大家永远健康、开心、快乐。如果你买房找屋啊，请找大家房屋的小燕子、另外就是 AP 亚东媒体事业部有播报女主播快出道了，心事谁人知，成屋地产集团荣誉园地及大自然观光休闲田园的台湾台内阁宝岛之声相关的频道啊，最主要就是在2018年，中央社区先安置再都更的策略，虽然，稍微做变更呢，在联盟还是继续推动，朝向新兴社区发展，配合农民园艺及大自然观光休闲田园的长期照顾产业目标前进。这个我们还是继续推动。这再度感谢林清燕律师、金学平律师及经济业者、生物兼生技业者。包括我们这次全能麦的网红他们的就是熊红啦，我想昂的啦，这都是要感谢他。 AP 亚东行销互联网今天特别利用短短的几分钟介绍
这个部分感谢你，请大家多多支持。